告别礼，请看经本56页。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按照教会的礼俗殡葬亡者的遗体。大家知道万物都是为了天主而生存，现在我们诚恳地祈求天主使我们这位神父刘维和弱势弟兄即将被埋葬的身体将来复活时获得圣者的完美的地位，并求天主使他与诸位圣人和信者欢聚一堂，共享永恒的幸福。天主的圣者请来扶助他，上主的天使请来迎接他，请迎接他的灵魂，领他到天父坛前。基督召唤你，愿他收容你，并愿天使领你回到慈父的怀抱里。上主，求你赏给他永远的安息，并以永恒的光辉照耀他。刘维和神父，圣名若望，你曾借洗礼的水获得新生，愿你从今以后与基督常在一起，共享永生。洒圣水。献香。你的身体曾经由圣神祝圣，成为天主的宫殿，愿你日后也获得复活的光荣。为亡者祈祷文。现在我们也请求圣母玛利亚和天上圣人一起为亡者转求天主，赏赐他加入天上的大家庭，共享永生的幸福。圣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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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俯听诸位圣人的祈祷。请大家祈祷。仁慈的圣父，我们把你所爱的刘维和神父，若是弟兄的灵魂托付在你手中，希望他在末日同基督一样复活。我们感谢你在现世把无数的恩惠赐给他，请你俯听我们的祈祷，为他开启天国之门，也使我们暂时留在此世的人能以信德的言语互相安慰，直到我们大家在基督内相遇，同你和众兄弟姐妹永远团聚的那天。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向一向行30公里，立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告别礼礼成。主殿者九位，陪殿者
全。好，请神父兄你们到两边哈。接着我们进行来恭敬。故由维和神父圣名若瑟恭敬典礼，典礼开始，全体肃立。来宾请坐下，家属致谢。我们请我们的圣言会的中华会省的省会长张日亮神父来代表致谢。麦克风吗？刘神父他自称他是又聋又瞎的神父，因为他年纪大的时候呢，听得不清楚，看得也不清楚，啊，是真的吗？当有教友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时候，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吃饭的时候我们在隔壁桌，如果提到他的坏话，他马上就听到了。他是选择性的看，选择性的听了。那我相信各位今天拨空排除万难来参与他的这个殡葬弥撒，他本人一定是非常非常高兴。感谢你们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跟他有的交集，陪伴过他。刚刚我提到的，他跟修会的关系就是有一点黏，又比较淡远。所以呢，那不要淡远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跟所有的在座的兄弟姐妹，他传教过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保留这些空间跟他们来互动。所以感谢你们。我记得在他出院回到会院，然后我去看他，刚好我一个人在里面看他，跟他讲话，他完全没有回应。后来看护进来了，看护来跟我报告他的情况，他眼睛就亮了，马上就转向看护这个地方。哦，我看了就很滋味啊。哦，不过他就是关键性，谁是关键性的人物，在他晚年当中照顾他的看护就是关键性的人物，他的声音他马上就听进去，马上就有反应。所以感谢各位在生命当中陪伴我们这个弟兄，带给他的修道的生活很多的这个喜乐跟满足。很多东西呢他不会直接表达，他可能会跟弟兄姐妹来表达他的需要，弟兄姐妹们非常慷慨地答复他。那感谢各位今天来参与，也祈求我们天主透过刘神父在天上报答各位，感谢各位的慷慨。首先邀请中华圣母会主殿者陈总会长，陪殿者中华圣母会的修女们，主殿者九位，陪殿者九位，剩下三位请准备。
向行罪敬礼鞠躬，家属大礼，礼成，谢谢张会长以及会门士，谢谢请回。再来邀请朵南天主堂主殿者沈天长居士，陪殿者朵南的教友们，台南教区尹山天主堂请准备，主殿者九位，陪殿者九位。向行罪敬礼鞠躬，家属答礼。
礼，立传谢谢廖主席，谢谢，请复位。再来邀请圣若瑟摩梵劳工堂主殿者洪主席、陪殿者严副主席以及所有余殿者及五凤堂的教友们。主殿者九位，陪殿者九位，献香。向行罪己鞠躬，家属打礼，立传谢谢我们的孔主席、副主席、严副主席，还有我们的圣容堂的慈悲老师们，谢谢。还有我们没有写到单子的有没有？没写到单，我们一起好吗？小姐，帮我们一起哈，一个代表。我小姐端，我们就一起。
62页。第二号伺候词，应付妻子及三生证明。啊，请看第四号，为刘胜部祈祷。愿祝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三叔，你真照相了，刘维和圣若瑟弟兄，是他身为基督的门徒。你又在他一生中不断地带领他，使他以善火行动为你所长。现在你将他有人是召回，求你恩赐他永远和你在一起。虽然他的性命即将消失，化为灰烬，但我们却坚信你的心我。到末日时，你将复兴网友，使大恨所有的人重信复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主礼神父现在降服主坛。上主，你是人子的大夫，也是不断巡逻并实践巡逻的主人，叫你降服这一孤岛。一边安放我们的六位和尚父的遗憾，恳求你赐他安息在永远的光明及平安中，期待救恩的圆满实现和新天新地的来临。我们每次结束我们的弯道，我们是在黑暗来的之前，我们是上善恶的人。愿天主驱散黑暗，愿天主每次给我们新的希望。为了六位和尚父，我们一起唱。Salve Regina，刘维克弟兄也降服我们，
故有我们免疫来过，引领我们到达永生。阿们。天父其子与三圣子民。阿们。现在我们都面向中间的走道，当刘生的遗像以及大体经过的时候，我们行注目礼或行鞠躬礼，送我们刘神父最后一程。我们圣咏团，耶稣恩友。